另外在这个礼拜六日的下半季第一个主题日，这个凉水季啊，也有这个主题的商品。在这个半局，要由王凯成上来接替今天这个投得相当好的德保拉。这个球打到游击方向，一个球就直接被江坤宇给接住。面对的打者是马杰森，在八局上半呢形成了一出局。那保拉今天七局的投球只被打三支安打，虽然都集中在第四局啊，但是那局也只掉了一分，另外投出两次的三振一个保送。打者的部分这时候也做代打的更换，由林晨飞上场来做一个接替。所以现在这个主题的商品呢，球团也都推陈出新，包括中职今年的明星赛哦，也有很多相关的什么香香毯哦，香喷喷，还有什么六合一香香毯哦，什么东西都有，所以只能说是我们球迷朋友哈，想办法还是要买一些台积电哦，不然你不要讲说你房子买不了，你连主题商品都买不了。要多赚一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多赚一点，多赚一点，大家加油哦，才能买香香毯哦，或者是我们 PS 的这个夏日企划，夏日企划的这个凉水季的主题商品，刚好今天也宣布了，对对对，很一堆，真的一堆，琳琅满目，而且都还蛮有特色的。球速现在是两好一坏，打击的是代打的林晨飞，这一球挥棒落空。凯成上来的时候，整个心态相当正面了哦。毕竟有比较大的幅度领先了，就进攻好球带就对了。看起来他也蛮想去吃一下多米尼加家乡菜。连续解决了两位的打者。接着轮到林振华。多米尼加家乡菜除了炒鸡肉之外，大概就蔬菜这部分大概都是沙拉。这个球左外野手过来 ，nice catch！ 哇，这个球就精彩了，也结束了八局上半的乐天桃园队的攻势，目前是1-6落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儿，请大家订阅我们的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